四航班是党和中国政府派出的首班撤离古巴侨、在沪留学生以及中资企业工作人员的撤侨航班。后党和中国政府呢，第一时间派出了国航的航班接大家回家。当你们登上了国航的飞机时，就意味着踏上了祖国的国土，不再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不再为动荡的社会环境而感到不安。国航带你们回家。抖音，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当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党和中国政府呢非常关心在乌华侨留学生以及中资企业工作人员的安危。在撤侨工作安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派出了国航的航班接大家回家。当你们登上了国航的飞机时，就意味着踏上了祖国的国土，不再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不再为动荡的社会环境而感到不安。国航带你们回家。抖音。